教练说了，如果我能偷听到小比人的战术，就让我做首发。你不就是？你杀了！这是你要大要不就这里眼睛被烧了，还真的有劲。可恶，这么小怎么听得到啊？看来只能出下一招了，变身。我学会了积德易容术秘籍，变成小饼的女神绝对不会被识破。那我们来挑战雪蛋不就是？小蛋，这是你。我研究了一个超级大拉蒂的特性，每次的圣头拉也不是组合成各种形状，两人对方就一定。队长，来组成爱心阵型吧！什么爱心阵型？我坚持不住啊！小蛋，你这就已经是训练大人了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不好，变身的时间快到了！看我的土蒸娃，让吃下群棍神吧，他会如实回答。喂，还是你爱吃星星？不是他，我始终的他，就要给你吃。你干什么？小豆，怎么这么凶？因为我不是小豆，是小黑。任务失败了，我如果动不到下场比赛的战术，教练就不会让我上场了。给，这是你的奖品。什么？你不怕给了我，你们会输吗？咦，这是你身表，这里不属于真正努力的人。你能不能上场，就是看的是真正实学，而不是偷听别人的。你说的对，我这就去拼命练习。